覧の番組はシー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在这么年轻的场合，为什么要找我来？因为找四个行头也是非常厉害啊！哦，要找行家了。哎，跨界跨界，压箱宝都已经拿出来了。这个传家之宝，传家之宝，今天特地把它穿出来的。这一年大概只穿三次而已，一次结婚，一次离婚，一次求学四级。小四跟一年结婚一次啊？就重复嘛。哦，重复。对，一个在姐姐。对。我们3000块，我们要挑战3000块，在这球鞋市集里面能买到什么？看谁就是买到赚的比较多。因为它就是环保材质，对，它是环保材质。Nike 在联名的时候，勾勾很少会被人家改比例。对，哦，这一双是很特例的，他愿意让他改出来，就是比例不对，跟那个哦比例哦勾勾的比例被改掉了。Nike 的勾勾它有一定的比例，不管任何联名，嗯，但是这一双它特别去让它改的跟一般的 Nike 不太一样。包起来，小这个都要包起来了。太坏！我真的知道我来这边会花钱，不是？我没有太夸张。哎，我通告费叫我怎样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好。对，要不然没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来。这一双就是，其实这一双我当初看很久，本来很想买。阿帶，你知道这双吗？这是什么？你真的没有在研究球鞋啊？没有，我看一下啊。它这个就是叫做那个，有没有？跟 G Dragon 的。对 ，G Dragon 联名款的。好，然后它这个比较特殊的是，它这个一直穿它会一直掉漆。掉色。然后，所以就每个人穿就会穿出它不一样的样子，懂吗？懂，就跟我好都会是我的形状，好，所以这个鞋子以后就是我的模样，好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然后还有一双这个 Supreme， 这个你也没研究对不对？我知道 Supreme 啊，这也是，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啦， Air Force 一个是低筒，一个是高筒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这是 Supreme 联名啊，这是 GD 联名，反正现在都搞联名就对了啊。当然我们什么时候要去联名一下？联名跟谁联名？叫那个 Mr. Donna 有没有做一个黑人甜甜圈这样？对，一个头，然后下面有三只这样，然后就吃中间那个，这都吃啊，啊，你要分享一下价钱吗？哦，这一双本来定价是大概18800嘛，对，我买16000。其实如果有在玩鞋子就知道，其实16000不贵，真的啦，这双16000真的认真不贵。然后我还得帮我老婆挑一双，不然你都买你自己的。对啊，不能买自己的。阿爸阿丹，你要买一双？你要帮我付钱吗？当然，看你挑便宜的贵的啊，好不好？走，那我们再进去逛一下。哦，我已经逛3-4圈了嘞，怎么讲？刚拍节目也拍好几圈了。以前小时候都喜欢那种小小的鞋子，觉得很可爱。你会觉得很可爱吗？很可爱啊。对啊，小小的鞋子超可爱的。啊，我有红色的，哎，它刚刚没有红的，现在补出来了。它应该有全系列哦，农家香酥它卖3000多块，不贵呢。我觉得它这里不只说是在卖鞋子，你知道吗？它应该还有这个鞋头跟鞋头之间的那个比拼，你知道吗？比钉裤鞋，你知道？大概都是在比裤鞋的。然后这个就洋行，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都已经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像我蛮喜欢这种颜色的鞋子，因为比较好搭衣服，而且它这个是反皮的，麂皮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是最近真的是非常流行的。这是 Plus， 而且这是复刻的。那个亚洲最强的摄影师联名款，这应该是你的时代。好，我们再去逛。哦，对哦，我说要找我老婆鞋子，对不对？老板娘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我的那个目标就是要买一双球鞋给老婆，好不好？啊，买福袋就好了。我觉得买福袋送女朋友老婆不错。万一里面是没有啊？那是福袋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啊。
比如说政府贷10000块给他，然后他打开说啊，都是他不喜欢的东西。哎呀，真的运气不好。我贷很敷衍。很敷衍吗？敷衍啊，就表示你连想都不想想。没有，表示交给上天的安排。就我觉得银色的还不错，蛮特别的，很像铁乐士喷过。哎、欸，不然下次就买一双白的回来，叫科比自己喷、哦，看你要怎么配色，因为这真的摸起来很像。哦、这摸起来材质真的很像铁乐士喷的。阿丹、啊，你有一代吗？没有。你为什么不买一代？我不喜欢这样高。你怎么跟我一样？哎、欸，这很酷哎。为什么记不起啊？好像是哦，超酷的。这一摊子都蛮帅的。这一摊子都蛮帅。对啊。就出蛮久。对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买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刚是买白的、啊。白的啊。哦。不是说买一样的吗？我以为你们两个颜色一样。对啊。不喜欢。6.5，刚才讲。哎、欸，我这样摸走他也不晓得。对啊。难怪他只摆一只。对啊。因为你不会摸一只。拿两只就走了。对不对？聪明。我在这边拿一只，在别摊再拿一只。凑一对。哎、欸，凑一对。要买吗？买啊。像我今天就花了3万多块，那对吗？我好像没那么多钱。哇，隔壁可以领吗？哪里可以领？隔壁啊，厕所旁边好像。看你俩这坏朋友哎、欸！先帮你看了好吗？不够，不够，还有差要领，好吧？要领。好了，我们去领钱好了。还是我买东西送观众朋友？好，我去看有什么可以送观众啊？52，哎，衣服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孙尚龙哎，好酷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这件很可爱。它这是有一点浮雕的。哦，这是 Uniqlo 联名的。哦，这好可爱啊、喔，你看这很可爱。我觉得蓝色比较可爱。这也柔的呢，你又不能穿。你是抽观众的吗？哦，抽观众。阿丹，你觉得怎样？还不错吧？哎、欸，我想自己留着穿。哎、欸，最近你自己留着穿了。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哦，所以你说还有尺寸是不是？对啊。那。我要，哎、欸，我们要买什么？2件 L， 这再一件，这个、啊，这个也再一件 XL， 好，好吧，拿4件这样就好了。我不知道大家身材怎样啊，我不知道抽到人身材怎样。L 跟 XL 应该可以吧，最基本。好，我蛮喜欢这件的，我喜欢穿这种。泰山应该很喜欢穿这种，可是他应该穿不下，对不对？这太小了吧。对啊，这他可能穿不下。我看老妈子哎，出来拢会给你看像，谁穿得下，谁穿不下。这双可爱耶，好，这双蛮特别。哎，这双好可爱哦。钱越来越少嘞，小小。哎，有了有了，这样搞定了、啊。哦，好开心哦，我终于下课了，结束吗？奖品也有啦。啊，废片有奖品吧？好不好 ？OK 吧？好，拜拜。这么废啊？废到爆！这我怎么剪啊？啊，你怎么剪？随便剪啊！哎，我真的我也。一直到今天要出门，我都还在纳闷说为什么这些小朋友会找我去。对啊，到底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他们就好像也很自然。可是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，这样可以这个感染一下年轻人的气息，四处都是美，大概可以当我女儿的年纪的。可是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啦，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啊。有些人可能觉得好像花钱很凶还是什么，可是其实我真的觉得辛苦工作就是要花的，不然要干嘛？尤其我没有生小朋友啊，所以我不用留任何钱给谁，对不对？可以留给我啊，叫干爹啊，干认干爹啊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愉快的，跟一些小朋友里面真的都年轻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的，不过还不错啦，蛮活泼蛮好玩的。因为拍 YouTube 所以可以接触到各种产业各个不同的东西，我现在继续开发了嘛，球鞋的下一次看还会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小师身为一个二手车的汽车频道，我要让你们再见识看看我还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接触，好不好？享受生活。哎呀，那个记得去抽奖哦，4件衣服。好，鞋子我没办法，鞋子我自己要穿了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想一想，这个等上片的时候，4集就结束了。
我是觉得可以追踪一下这个 Cool Magazine， 这个应该蛮有名的吧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我也没有研究什么潮流的东西，可是其实我像我啊，我是怎样你知道吗？我要追踪一些卖鞋子的，你看最近在卖什么，然后那个下面留言最多的有没有，那就代表那个应该蛮屌的。或者是你来这边，你看有一些鞋子，你会发现啊，几乎每一摊都有，你就大概就知道在流行什么。我是这样看的，要不然我哪研究完？我要研究车子，我要研究女人，女人要研究什么？手表，手表啦，手表讲错了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